天梭必须给这个果盘开个专程啊，家人们，我说个大事儿，就是说你们要是想要看美甲的，你看文字；你不想看美甲的，我跟你唠吧唠吧啊。我们一定要给这位大果盘子一点鼓励，这人实在是太可怜了。直播间骂人的时候太激动，大长头都喷出来了，不给他杵酱缸里，他真不拿我当根葱啊。就弱弱问你一句，咱就说是不是那个小时候那脑瓜子撞门框上了啊？大小脑粘连呗，属于说，就是在我直播间没有控制住，直接旧病复发了，出口成脏了。咱说啊，你听他咋说的呀？啊，这指甲真心丑爆了，不知道你们什么审美，真差劲，好像那个灰指甲。你怎么你视网膜什么时候捐的你？我做个粉色，你告我灰指甲，你是眼睛里进石头了呀你啊？那板砖糊红膜上了呢？越说越来劲，这家在我直播间呢是义愤填膺啊，慷慨激昂啊，挠挠骂呀。我就寻思我陪他玩的时候不给他拉黑，越说越上劲儿。你要说你实在没啥事干，不行我就送你进厂打螺丝去吧，拧螺丝去吧，流水线的。再不行就送你去屎壳郎基地掏大粪去吧，你搬个点大粪，你没毛病啊。可别在我直播间待着了，我怕我这中文888级选手我发挥超常吧，我再给你给骂死。你说实在是那多不值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实在不行吧，你就扛水泥去吧，好歹挣点钱给自己买双袜子啥的。那一个棉袜子让你穿成破洞渔网袜了，还是立体的，活了二十多年吧，愣是没洗过。半夜睡觉袜子一扔，泰迪脑袜子整了，当时上医院缝二来针，现在还搁 ICU 住着呢。你听我的啊，下回别拿狗撒气，狗多无辜。你下回直接来我直播间，我让你感受啥叫国粹。挂了吧，烦死了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